发现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一点没变，还像以前那么作。我作什么了？你以前给我可不是这个态度。哎，你不要吵架，好好聊。没事，宝贝，家里我来解决，喜欢买零食。去年你过生日，我送你礼物，从一岁送到24岁，整整24个。你拆开发现没有一个是你自己喜欢的，你就说我不够用心。我过生日你才夜市给我买个保温杯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对等吗？可明明就是你没有耐心啊！我这么好的女孩，你追我多花点时间，多付出点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不乐意的？再说了，咱俩还没在一起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对你不好呢？我追你的时候，我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追你，我请你吃饭，带你旅游，给你买包，为了你，我一件新衣服都没买。 不过你看现在的我，我发现对我自己好比什么都强，至少不用再对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付出。可这次是我先主动找的你啊！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别再来纠缠我了。我都给他机会，他怎么还这样？只要给他机会啊！我觉得这件事还是你自己解决吧。一鹏，我错了，我不要你哄我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没错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天真的以为我对你好，我们就会步入正轨。你现在失去我了，又想起来找我，我就这么廉价吗？可是你离开以后，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。 都是你的影子啊！你给我买的家用电器，我不会用，煤气我也不会使。把我拉黑了，现在想起来找我。我之前加班的时候，你会关心我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会照顾我吗？不会，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。宝贝，今晚喝的时候好。谢谢宝贝啊！像你正式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会记住我，不爱喝她嘴亮，她会知道我的喜好，她不会像你一样只会想着你自己。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爱我、懂我的女孩，你现在懂得什么叫将心比心这个道理了吗？不是她到底哪里比我好啊？ 有些东西原本是你的，但你不要，现在你想要了，我不想给了。当初该怎么说才？